看第二题，他说这个 f(x) 哈是一个那个一般的，三次呢多项式，然后这个哈 p 是这个三次呢曲线的一点，为切点呐、啊，然后通过这个切点的切线是这个，还要你证明说哈 x 等 t 的平方哈是这个的因式。好，那这个在几何上它有什么意义哈？我们将它的几何意义呢说明一下，然后再来证明。我现在就是说哈，这是一个一般的呢三元一次多项式。好，那现在呢上面有一点，好，比如说这一点哈，这一点切点，好，这一点的话呢，哦，这是 f 哈。t 啊跟 f 呢，就是这个就 t 啦，这一点是切点 t f t， 然后通过这个切点哈，我给它做切线，做切线以后的话哈，我现在哈，我把这个三次方程式哈，减这一条呢切线，哦 g x 就是这一条切线，这是一次式的。减完以后的话，相当于什么？相当于是以这一个哈当基准，把这个当 x 轴，把这当 x 轴以后的话，来看什么呢？看这个三次曲线。好，而且这个变成什么？变成是说，这个三次曲线哈，跟这 x 轴的话呢，有一个切点。它的切点的话，当然就是重根啦、啊。哦，这重根的话，然后这一点哈，这一点的话就是，就是这一点嘛，就是说哈、哦，它的这个 x 坐标的话是等于 t 嘛，啊，既然这样子的话，那这一点是切点嘛，所以呢，这一个哈、哦，它的什么呢？就是说它有重根，这个重根哈、哦、就是什么？就是 x 等于 t 啊 ，x 等于 t 的话，上面的话有重根嘛，就二重根了、啊。好，那既然是二重根的话，那也就是说哈，它是 x 减 t 平方等于0的解嘛，那代表什么东西啊？代表说哈，这个呢 f 哈 x 哈减掉这个 g x 哈等于零哈，它有什么？它有这个x 减 t 的二重根，就是说。它有 x 等于 t 的二重根、啊、那而是得有 x 等于 t 的二重根的话，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个多项式、哦、它有什么？它可以抽出 x 等于 t 的平方来、啊、那代表什么？代表呢这个多项式、哦、它因式者，就这个的话，它是呢这个多项式的一个因式。好，那个几何上我们就解释好。那我们呢，在代数上，我们来验证说，的确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来验证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呢，这是他说以这个当切点嘛，我们把这斜率函数找出来，这等于三 a 哈 x 平方嘛，加二 b x， 再加 c， 然后把 t 带进去，就是斜率，好 ，m 的 t。这多少 ？3a t 平方嘛，加 2b t， 再加 c。好，那、啊、通过这一点的切线呢，就多少？就是那个 y 减 y 0， 好 ，y 0就是这个 m t 哈，等于斜率这个 3a t 平方加 2b t 啊，再加 c。啊，乘以多少 ？x 哈减 x 0是 t， 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就得到哈 ，y 再等于多少呢？三，把它展开，三 a t 平方加二 b t， 二 b t 哈，啊再加 c， 这是 x， 啊减掉多少？这是3 a t 三次方，
减掉二 e t 平方，减 c t 啊，然后把 f t 哈拿过来，拿过来就是加多少呢？在 x 代替 a t 三次方，加 v t 平方，再加 c t， 再加 d 啊。好，那这个的话 c t 哈可以消掉，然后这个是三次方的，好，那这个哈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后面的都是 t 的，有没有可以消掉？这里可以消掉一个 ，a t 三次方，消掉一个的话，这个变大，变成那个二 t 啊，这变二。啊 ，v 平方哈，v t 平方消掉一个，这变一啊，哦这样子，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就知道哈，这是 y 等于 g x 嘛，所以现在 g x 等于多少？这等于是3 a t 平方加2 b t 再加 c 啊 x 减掉多少呢？ 2 a t 三次方减掉 b t 平方，那后面的话还很低啊。好，那我现在哈来算这个 f x 哈减 g x， 好，那这个我叫做 h x 啊。这是 fx 哈，减掉 gx， 这个等于多少呢？等于哈是这一个减这个嘛，好，那三次方的加平方的，那再来的话哈，加多少呢？一次方的，一次方的话现在是 c， 啊再减掉这个 ，c 减掉整个。那 c 减到整个的话 ，c x 可以消掉，那是前面就是变负的，哦，变成多少？变成是这个负三 a t 平方，减掉二 b t， 啊，这是 x， 好，那因为是这个减这个嘛，所以这个就变正了，加上二 a t 三次方，加 b t 平方。啊对，哦，啊这里还有 d 跟 d 这个消掉，哦 d 跟 d 消掉这边，所以剩下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哈，我们看哦，如果啦哈，这个函数哈是 x 等于 t 的二重根的话，哦就是 x 等于 t 的二重根的话，首先你 t 带进去就会等于零的，好，那微次以后再带进去也会等于零，好，那我们来验证这个。啊，这个我们把它擦掉了，这个因为没空间的。好，那我知道哈，这 h 哈 t 这个多少呢？这是等于 a 哈 t 三次方的加 b t 平方嘛，加上多少？负三 a t 平方减二 b t， 啊乘以 t 啊，啊再加多少？二 a。t 三方加 b t 平方，好，我们看三次方的，这乘进去三次方嘛，这有三个，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两个，所以这个刚好是消掉了。好，我们看了平方的，这里有两个，二 b t 平方两个是负的，这一个这里一个也消掉了，所以这等于零，哦，这样就验证了，所以呢，它至少哈。有 x 等于 t 的一次方的因式，好，啊，再来我们看看是不是有那个平方的因式哈，我再给它什么，微分，微分啊，微分以后的话，这边的变成是3 a x 平方哈，加2 b x， 再加多少呢？负3 a t 平方，减2 b t。再加多少呢？再加这个2 a t 三方，哎，微分以后后面就没了，因为这是常，这个是常数嘛，对 x 而已，所以的话微分好，三次方的毁掉，二次方毁掉，一次方毁掉，好，那我现在给它带多少？带 t 啊，带 t 就是3 a t 平方嘛，加2 b t。加多少呢？负
三 a t 平方减二 b t， 刚好等于零，这个等于消掉，这个消掉等于零。所以哈、哦，这个函数它有什么？它有 x 等于 t 的二种根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多项式哈、哦，它有 x 点 t 哈、哦、平方的因式 h 呢 x， 这样就验证了。